产业面的好消息，台积电今年的营运可望再创新高。台积电呢，因为28奈米制程客户急单涌现，订单超乎预期，昨天宣布上修首季营运目标。好，营收由原本预估季减5%到7%，提高为季增0.8%，毛利率、盈利率也比原本财测高标各增加了0.4%以及1个百分点。今年的营运可望再创新高。